娘子，德国人说什么来着？是真的，连这个鬼子车高头，你没看错吧？还有，没错，是连长。连长的皮夹克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在鬼子车上。哎呀，连这个鬼子车高头，这个办嘛？问你们，他是你们的连长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连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怎么办啊？救我还是不救啊？去哪儿救啊？这条路是通往鬼子司令部的，鬼子指挥部一出事儿，所有的鬼子肯定都奔那儿去。要是不救，咱们现在就撤，顺利的话晚上我们就能出日战区，假如要是救，咱们就再冒一次险，这次危险程度一定比炸鬼子司令部要大。这一路上都是你们听我的，现在我听你们的。连长准时来接应咱们，才会被鬼子抓的，死也要救。连长从来没有抛弃过咱们，咱们绝对不能不管连长。救！等一等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救！别忙活了，我就带一个人去，其他人都在这等着。肯定是我了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别争了，我带郑海慧去。我需要一个翻译。不是，你们俩别说了，你们帮我炸了鬼子指挥部。这次就算我还你们一个人情，走。しても持てぼと思わないか。俺らの候補シナ人襲撃されならどうする。シナ長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この浅草の承知、この命をかけてあなたの安全を守りいたします。直ちに集合陣を攻撃しろ。
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第一次去。我们第一次去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第一次去。我们第一次去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第一次去。怎么样？没那么怕了吧？嗯，好一些了。林长官，你觉得咱们真的能救出易连长吗？不能救也得救，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。就好像你据守吃喝桥，还有炸鬼子指挥部。对。那我们有机会救他吗？现在鬼子指挥部一定是一片混乱，他们绝想不到我们还会回去，所以咱们是有机会的。真的？当然。林长官，我真的好佩服你啊！每一次越是危险的时候，你就越是不害怕。战场就是这样，你越怕什么，他就越来什么。危险啊，都是怕出来的。等。快追！怎么说？不够强大，喂。我不喜欢他，喂。像不像是易连长他们那辆车？嗯。可是，不知道易连长上哪儿去了。走，我后头带他去。本当か太医饶命啊太医饶命啊太医
枪吧。 好，诸位，我们池河镇的队伍终于突围成功了。这次你可是立了一大功。立功的不是我，是那几位袭击了日军指挥部的军官们。怎么不是你呢？如果不是你一再的坚持，老总也不会坚持部署突围的计划。刚才在会上，老总还点名表扬你。当然了，还有我们军情处。啊，对了，就没有人提那几个深入虎穴的勇士们吗？咱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，怎么提呀？是啊，我也很奇怪，这几个人究竟是谁？还有，那个跟我通话的军官。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怎么，神往了？三分神往，七分敬意。是啊，非常的敬佩。虽然这几个人袭击了日军的指挥部，但是深入敌后安全撤离，那比登天还难。难道您就不在乎他们的安危吗？我在乎有什么用？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師団長、佐久間大佐から電報です。佐久間連隊はすでに池河寺庵を攻撃しました。しかし、支那兵は一人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何のことだ。チーフジェンの数万の敵はおそらく昨晩すべて逃げました。何？師団長、大佐殿、大変です。どうした？後ろの倉庫に突撃隊隊員2名の死体を発見しました。後続した師団の捕虜もいなくなりました。逃げられたのか。いえ、何者かに救援されたそうです。衛兵は二人の怪しい人物がそいつを連れて行くのを見ましたが、その後三人ともい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役立たずか。師団長、師団陣はあまりにも無礼です。浅間庄司、始末いたしましょう。黙れ。お前今からカランス村に通電し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。絶対に外れるな。救回来，谢谢。挺好的。哎，连长，郑德昌，郑还会，是个小鬼蔫。啊，假小子。连长，林长官这回带着我们哥几个大闹日军指挥部，那叫一个过瘾呐。我在鬼子那里知道你们这帮臭小子干的好事了。林总，林三，你咋回来了？你们都忙着，就我一个人闲着，这是我一男的风格吗？那当然不是你的作风了。不过让小鬼子抓住我，那更不是你。你损我？我可没损你啊。
加谢刘峰他们了，连长，他们吸收了。 咱们该撤了。那我们现在往哪儿走？往北边走，遇见小鬼可以拜托鬼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个打猎的跟我们说的。打猎的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昨天晚上咱们大闹鬼子指挥部，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了。这个时候谁敢出来打猎？你们碰到鬼子便衣了。 不会这么巧吧？真是便宜队，跟我们连长，连长，咱不要武力横了，咱先跑吧。跑不了了，这一颗信号弹还不知道能招来多少鬼子呢。那咱们就打，多杀几个鬼子。还有多少弹药？没有多少了，打指挥部的时候基本上都用光了。我说反着来，鬼子以为咱们上山了，结果咱们下山。 半路劫个鬼子晕车，开过去，是个办法，就这么办。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呀？是，很冒险，但是一旦成功，咱们就能彻底摆脱鬼子。 还是文的老祖宗啊！好，建设完毕。拿铁路，我医务部队先躲一下。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干掉鬼子，拦下军车，然后走。哎，你别紧张。 就像咱们说好了办。是。何の用だ？ 这是什么招啊！这俩傻鬼子战，一扯，这么对付？闭嘴！这主意是老子出的。哎呦，有那才子！哎呀，准备。定定検査です。
大佐、少し前に偵察隊たちが蓮花山で信濃人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。信号弾を発射し隊を集め、現在退避隊列を山に向かわせて追いかけております。蓮花山山頂は退路がなく、間もなく包囲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。他方に何か情報あるのか。最新情報で一路のトヨタ警備トラッ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。 原因は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出走地点はどこだ？ああ、ここだ。帰りや。逃げ返せ。 通行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。報告。小野隊長、大佐からの命令です。 シナ人は軍用車両を1台ハイジャックして、おそらくこちらに走ってきます。片番はトヨタ警備のトラックです。大佐の命令は、代価を立たず、奴を止めろとのことです。トヨタ警備。行っていいぞ。 歩きにくい、遅いし、もっと歩きにくい、もうダメです。
行こう。バカ。銃を持ってこい。はい。行くぞ。做得非常勇敢。哦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给砸倒了？小小子，我这柳石头的技术还可以吧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横着膀子呀，扔了块石头给小鬼子。这样也行？他呀，就吃这碗饭的，要不然能叫横着膀子吗？哎，对了。往常啊，我都是扔手榴弹。不过今天，这帮小鬼子走了狗屎运了，老子没有弹药了。不过扔石头照样要他们的狗命。行了，大宝子，别吹了。谁吹了？哎，林长官呢？啊，林长官在那儿呢，他受伤了。啊，走走走，去找林长官。大宝子，把连长叫过来。走，快，快走。
那么多，新电话多大？大佐，状況はこのようです。シナ人が俺の検問所に突破した後、西へ逃げて、小野に追撃されたため、車を捨てて逃げました。小野の情報によると、シナ人はルーシャの近くで見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しかし、おそらくシナ人は遠く逃げられません。まだ掌握範囲内です。それで、折塚に対応を引いて、小野に協力しろと電報しました。そうだな。お前の判断は正しい。シナ人がしばらく消えたっていう言い方はあまりにもバカすぎる。お前はどうしたの？奴はバカになったのか？奴らに解け。1組2組を連れてシナ人を追えと。はい。待て。皇軍はしばらくしたら中華人に行く。そして師団長閣下は自ら行って指揮を取る。俺は師団長閣下を護衛するという任命を取った。よって俺はそこ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大佐、中華人に行くんですか？そうだ。前はプーコンに残れ。1組2組連れて師団長の残党を潰せ。行け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金总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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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点！哎，钱总呢？过来，你来做手术。到。不行不行，这里没有酒精，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？陈德才，他，守护。哎呦，我的天喽！哎，你个呆瓜，你怎么全喝了？上火吧，把刀带到火上烤，也能起到消毒的作用。我去上火。上火，有烟，容易暴露。我忘了这点。就这么来吧。小小子，来。人命关天，小心点。林长官。你忍住了。最近，京浦和陇海一线战事吃紧，听说李宗仁长官准备在徐州开展一次大的防御战。他们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徐州以北，以防北线的日军南下；还有一部分兵力部署在京浦铁路的南端，以防南线的日军北犯，以此来保住这个武汉的屏障。如果仅仅靠吃着烧混的川军、桂系粤军、西北军那些杂牌部队，你说能靠得住？搞不好一场防御战倒成了日本人的一次大捷了。李宗仁长官抗战的决心很坚决，他知人善用，而且足智多谋。再说了，他在地方军中是很有威信的，这就有利于调配和指挥驻京各部。恕我说句实话，即便是蒋委员长现在站出来说话，也未必能指挥得了这么一支庞大的。更何况，在国民政府当中，还有一大批十一亿的政府官员，现在主和的声音甚至
超过了主战的呼声。我觉得这种态度也不见得不对。对日的关系，关键的思路就在于如何求得和平，避免战争的扩大和延伸。德国人陶德曼的两次调停都以失败告终，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是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，可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，杀敌为国乃是民心所向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，大家都不甘心做亡国奴。哼，只恐怕这些人唱高调容易，识时务难呐。您的观点，我不敢苟同。恕我直言，地道俱乐部的某些主张，我认为危险得很。难道抗日救国就都是唱高调、委曲求全才是对的吗？老子，啊，你说这么大的铁片子嵌在脑子里面，谁受得了？谁也受不了。连长，嗯，要我说，这林长官还是条汉子。我呢？你是汉子中的汉子呀。这还差不多。他就这么一直昏着呀？他太虚弱了，我估计他是昏睡过去了。那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多仔，哎，去把林长官的外套拿过来给他披上。来，对。哎，好像啥子战绩？林子，林子，你看这个什么？啥子战绩先？军官证，陆军中校，教导总队一旅二团二营营长林杰森，还真是个营长。教导总队在南京打得非常惨烈，多数部队全军覆没。林长官能活着回来，这算是万幸了。连长，啊，这照片跟他本人长得可不是太像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照片上长得多老啊！嗯，1901年生人，36岁，他有那么老吗？这照片可一点都不像。行了，别坐着了，赶紧打扫现场，撤！撤！哪去，连长？去哪儿？往山里撤，待在这儿，早晚让鬼子抓着。把林长官带上来。低调俱乐部并不是传说中的一帮胆小如鼠甘求苟安的一帮人，所谓的亲日派、投降派，我们的主张就是拒战求和，以和求安。如果我们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，就会为我们的同胞换来一次和平的机会，就会避免我们40000000同胞陷入战争的磨难和煎熬，难道这不对吗？没错，和平是终极目的，但是谋求和平的手段不能一味的苟合与妥协，就怕这种乞求来的和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。好了，咱们不谈这些了，政治上的事情让上头去解决，你我之间做好咱们手头上的事儿。请坐。阿西大王，我个公直和正你到着するようで、その適して、それから我が軍を三つの師団は分散しながら北上して、敵を設計する。私が考えるのは、戦というものは時間、スピードが一番大切でありまして、我々の部隊で圧倒的な強さ、圧倒的な兵力、師団第五戦区を一気に占領して、辻浦老海戦の交通を遮断して、加藤の戦略重視を手に入り、河北戦区と一つの塊になり、そうすれば戦争の主導権は我が軍の手に入り、その時になれば直接武漢、長沙を直攻撃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うん、君の思考は明瞭だ。素晴らしいの考え方だ。だけど。その時、シナ政府を突拠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。早めに我々の師団の直系部を北上して、中華橋は修復しながら、敵軍は休む時間当てないでくれ。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。